小乘阿罗汉以上，有辟支佛，有别教三贤菩萨。啊，别教的三贤，舍住、舍行、舍回向。啊，原教里面有十信位的菩萨，这都是没有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超越十法界的法身大士，41位法身大士，再往上去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。这个世间人有难了，这个世间人很苦了，他们能不来吗？越是有苦难的地方，越是优先来照顾。这些佛菩萨来照顾，为什么不照顾我啊？我很苦啊！啊，为什么没来照顾我？其实，每一个人都照顾到了，你不认识，你没有觉察到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学善财童子。啊，善财童子只能够一生证得圆满菩提，他的秘诀就是把一切众生都看作佛菩萨，像16道阿罗汉化身就在我的周边，我从早到晚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全是诸佛菩萨，凡夫就是我一个。恭敬心升起来了，真诚心升起来了，礼敬的心升起来了，普贤的誓愿全做到了，他怎么不成佛？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我们就是看到佛菩萨应化，哎，他是凡人，还得批评他，这怎么能成佛呢？善财童子的做法有没有过分呢？不过分。善财做法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是真的？佛在大乘经上说过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善财童子没看错啊，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佛，啊，蚊虫蚂蚁都是佛，无情众生也是佛，花草树木都是佛，山河大地都是佛。他生在哪里？他生在极乐世界呀、啊。他不成佛，谁成佛？世心是佛，世心作佛了，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佛，把蚊虫蚂蚁都看成佛，把树木花草都看成佛，他成佛了。
佛眼睛看众生全是佛，众生眼睛看诸佛如来全是众生。啊，这就叫做世心作佛。我们本来是佛，但是我们世心做众生，没有做佛。要做佛就对了。啊，就是没做佛。这个意思要懂。啊，这是真实的表法，究竟的表法，圆满的表法，不能说佛菩萨不慈悲呀。佛菩萨确确实实，时时刻刻照顾啊，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呀。啊，只是我们自己糊涂，啊，自己没有觉察到。自己身在自身烦恼之中，啊，烦恼本来是没有的，啊，自己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全错了，生烦恼。啊，善财这一个表演，这么一转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真明白了，向他学习。啊，这就对了。